塔罗占卜频道，我是喵黛丽。今天的占卜主题是，断联、暧昧、停滞或者前任，还是说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关系？对方对你的感觉是什么？以及这段关系接下来会怎么发展？还有什么说不出口的真心话？我们都来看看哦。好，那今天的第二个主题是。宇宙有什么讯息要给现在的我？一起来看看。那这两个主题大家可以分别选不同选项。好，那今天的选项是小奔美美塔罗牌，不，小奔美美周边商品1、2、3马克杯、咖啡杯哦。感兴趣的大家目前接受预购，会在我们的官网 meldry.com。以及以上的这些我们的原创绘制的牌卡、都有在我们的官网上面热卖中，目前有买牌送课的活动哦，买塔罗牌送塔罗牌的一堂教学影片，那买雷诺曼牌的大家也送雷诺曼牌的教学影片，适合新手，虽然只有1个小时的影片，不过里面非常具细迷疑，告诉你怎么去解牌，所以感兴趣的大家要买要快哦，截止到2022年的12月，这个活动买牌送课程。除此之外哦，我们的仓鼠小波妹妹塔罗牌也在热卖中、热售中，感兴趣的大家购买链接是 meldry.com。小波妹妹是我曾经养过的、领养过的两只仓鼠哦，不过它们已经往生了，因为太老了。然后这一副塔罗牌是用来纪念它们的。感兴趣的大家快速浏览整副牌卡的影片，你可以看时间轴在片尾，要买大家你可以看看。那如果说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仓鼠小波美美的故事的话，可以看我们的播放清单哦，仓鼠小波美美客串的纳众占卜播放清单。目前我们的销量冠军是小波美美塔罗牌跟埃及主题塔罗牌 Eye of Ra， 这个是我母亲的创作，还有她创作的天使数字牌，这些都会附赠中文说明书哦。那如果说你要英文的也可以。好，然后紧追在后的是波普雷诺曼，感兴趣的大家走过不要错过。那接下来10月我们会推出专门算爱情的神谕卡哦。关于这段关系到底有什么问题，到底有什么需要去面对的，或者该怎么做，会给出一些方向，以及对方或自己在这段关系中有什么情结、心结，这一副牌可以很具细迷疑的告诉你。一个选项是小波美美在搬披萨送披萨，披萨哈哈到家，披萨哈哈到家，是第一个选项。第二个选项是美美在偷东西哦，这都是美美的背影。仓鼠小偷，
妹妹很喜欢吃青菜。第三个选项是，妹妹在看马蒂斯的画册，它是一只有品味的仓鼠，有内涵的仓鼠。好，一二三，大家可以开始凭直觉做选择了。第一组的大家，首先来对应一下你心里所想这段关系大概的一个状况为何。如果说完全没有符合，请参考第二组或第三组的解牌哦。嗯，在你眼中哦，这段关系只有一个还蛮三分钟热度的人，或者态度很冷淡，好像没有热情的人，然后你会觉得说这个人他可能有什么秘密隐瞒你，或者他对你的心态是不太真诚的，所以以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他可能不打算认真，或者给不出什么承诺，然后也有可能是非常忙碌，那谁知道他是真的忙还是没有心呢？没有用心呢？不愿意用心，所以以你来看，你会觉得关系中有一个没有什么责任感的人哦，有一个阿飞正传。我们来看后面的牌，那对你来讲，你的耐心已经被他耗光了。你其实是一个有耐心然后勇敢的人哦，对爱情是勇敢的，但是对这个人已经没有任何耐心跟信心了，没有任何包容心，被他磨光了，所以你觉得好累，你要重新开始一个新的方向跟旅程。愚者，钱币九，然后朝自己的梦想前进，或者完全专注在事业、学业，其他你可以去掌控、掌握的未来上面。就是你是一个很重视成果的人，你不喜欢做没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浪费精力、浪费时间，所以你把所有的精神都转移到了感觉上是工作上面或自己上面，调整自己。然后也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哦，钱币九。或者很漂亮，好，后面的牌很漂亮或很帅气，后面的牌。那这段关系本身的一个状态其实有没有断联，感觉上没有断联呢，就如果说你要找对方还是可以找得到，或他还是会给出回应，可是给的回应可能无法让人满意吧，就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可能你们是远距离，可能对方给出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一样，或者有已读然后回少少的这样子，这是一种。第二种是说对方可能有在积极的联络你，但你不想理他。命运之轮逆位，钱币四，第一个解释说两个人在一个不适当的时机遇到了彼此，譬如说远距离根本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一个状况而在一起了，而互相喜欢了，互相吸引。第二个解释是其中一方可能还有其他男女朋友。那第三个解释是说其中一方的工作状况真的非常的压力大，所以没有办法去顾及感情，大致是这样。好，我们来看后面的牌，他的想法是他其实有考虑过要不要认真交往，或者要不要做一些什么，要不要怎么样，要不要负责，要不要承诺，宝剑二，可是犹豫来犹豫去的结果是他很担心关系是不会成功的，就他很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或者他先预料到觉得两个人要走下去非常困难，所以考虑到未来，第一个解释哦，他想要轻松的就走一步看一步，合则聚不合则散，你能接受目前没有承诺的或者说朋友的状况，朋友的关系，那就继续，如果说你不能接受，那就
我也没办法，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情。然后对他来讲，他的确认为他给出的爱、关心或者付出，还是说情感上面的付出、情感投资上面，他觉得他付出的是真心的，就是把你当作家人，或者真的是有幻想过两个人未来稳定交往、组建家庭，他觉得他对你的心态已经是男女朋友的心态，或者另外一半人生伴侣的心态哦。但是对于现实层面的，譬如结婚还是说稳定交往的承诺，他又不是很敢提出来，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是说，你们其中一方有其他的交往对象，或者还没有彻底结束的其他关系，两种解释哦。第一个解释是说比较复杂，第二个解释是他就不是很敢去面对传统的婚姻或者组建家庭的这个想法，他感到害怕，不是一个非常传统或者相信婚姻的人。好，后面的牌，在他眼中哦，其实他是希望可以继续，或者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联络、互动、相处，维持这个关系缓慢的发展。但是第一组大家你们不愿意，在他眼中是你不愿意跟他继续互动了。本来就是说两个人可以工作之余互相一起出去玩，或者说放松，这段关系是目的是放松，结果却带来了很多的争吵、冲突、不愉快，还是说互相拉锯，变成两个人要的东西有冲突了。一方可能觉得轻松快乐有什么不好呢？另外一方就觉得轻松快乐就是没安全感。对方现在对于这段关系的最大的感受就是非常痛苦、难过、心痛，但是没有办法做出选择跟决定，到底该怎么做，不知道该怎么做，犹豫不决。如果说他有两个对象的话，他没有办法去现在就做一些什么决定取舍。如果说你没有要他做任何的取舍，他认为他被要求做一个取舍，但他没有办法。那如果说他没有两个对象的话，单纯指的是他还是很害怕进入一段关系，没有办法决定要不要在一起，要不要承诺，要不要按照你的方式去配合你，因为他很害怕哦。害怕点多半是跟金钱有关，钱币五，或者是他觉得如果要在一起就是要认真的朝组建家庭方向发展，但是他的能力或者说财力他是有点看，就是有点担忧，他很害怕失去控制，他觉得他现在已经在一个非常辛苦逆流而上的状态，很害怕现在的生活状态又要经历什么改变，或者再增加更多的东西进来，更多的负荷或压力、责任。然后他也不知道他现在要的是什么，不确定自己到底最重要的梦想，或者对他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没有办法去确定的告诉你哦。所以如果说你觉得是他选择了放弃，
那就是他不知道他到底要什么，他只是没有回应，没有答案，并不代表他就是拒绝你，他只是没有答案哦，对自己也没有答案。这两个逻辑是有一点差别的哦，就一个是我就是要考零分的一种，就直接交白卷，那另外一个是我不会回答，所以我没有回答，这两个有差别。所以他是不是故意交白卷，而是不知道从何下笔的这一种。当然可能对第一组那来说没差，都是可恶。好，后面的牌权杖一，他对于自己要就是开始一个方向，或者掌握自己的人生啊，掌控自己的人生，或者把握一些事情，把握自己的人生这件事啊，对自己负责这件事，或对他人负责，对他来说是很沉重的负担哦。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是说，他觉得他现在正在一个什么事情都在刚开始的阶段，所以先剪彩再说，先开店再说，先开业，先立业再成家，或者再说家再说这样子。所以以他角度来看，我觉得应该是事业或他的人生状态让他没有太多的自信去承担感情。后面的牌，然后再加上他本身在感情中可能会一直用同样的一种方式去谈恋爱，譬如说在感情不顺利的时候，他就选择放弃或不回答、不面对，没办法，就没有办法去解决，这是一种。那第二种是说，他觉得有非常多的事物阻挡这段关系哦，太多阻碍了。然后他会列出自己觉得没有办法去达成的一些原因，就为什么他要放弃，他会给自己很多的原因，可能的确是这样。譬如说，哦，我现在就是在一个工作刚起步的阶段，所以我没有办法谈恋爱，我没有空谈恋爱，所以一旦跟我工作有冲突，我就直接放弃。就他的一个谈恋爱的模式可能就是这样，一旦伴侣要跟他沟通或者发生冲突，他就选择退缩，有可能是这样。好，再加上他对关系的期待跟你对关系的期待可能是有一点差距的，两个人要的东西可能不一样，或者他觉得你要的比他能给你的多很多，可能你要的只是他回讯息或者沟通，他做不到，他感受到的是更多更多的一座山一座山的要求，那他觉得他自己很累。好，或者是刚好是他很弱的地方，那你对他最基本的那一点点要求对他来说很困难，那他的确非常的想念你，以及非常难过，看起来比你还难过。如果说第一组那样难过的话，就你们的牌看起来好像没有很难过，但对方很难过。好，我看后面的牌。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波普雷诺曼，购买连接在时间轴那边。好，看起来有关系的结束，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男生哦。如果说关系中有男生，指的是男生。如果关系没有男生的话，请参考第二组或第三组的解牌啊，或者说可以对应看看关系中其中一方感觉上造成了关系的结束，那他有什么特点呢？可能比较爱自己，或者总是会制造出一种距离感，比较骄傲，不愿意妥协，会把自己看得比关系更重要，或者就是封锁，可能是封锁对方，可能是想要独处的时间哦。本身就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好，有这样一个人或男生导致这关系这样，
那未来这个关系会有什么变化呢？看起来这个男生可能会考虑沟通。好，考虑沟通，这经历大概两三个礼拜到两三个月，会有一个电话或者讯息，比较偏向是面对面的谈话或者打电话语音。好，比较偏向是用声音去传达的。如果说关系中的另外一方或者指女生没有办法去原谅的话，或没有办法好好沟通的话，我只想要吵赢他的话，看起来就大概这个关系就差不多了。那女生也会找到更好的对象，好消息是这样，就有新恋情。好，那如果说女生会选择心平气和的跟对方沟通的话，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可能会有一个新开始，有机会在一起，关系有机会在一起。那最大的原因比较偏向是说，关系中男生会觉得，因为这件事情让自己心情很不好，没有办法好好工作，所以才要沟通，才要妥协，才要好好的，商量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并不是因为多么在乎彼此，多么在乎这段关系哦。比较偏向是说，这段关系影响到了自己的心情，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当然，这也是在意的一种体现呢。好，所以有机会很好。那看第一组大家能不能接受喽。我们来看后面的，对方有什么说不出口的真心话，我们一起来看看哦。未来我们的真心话卡也会推出给大家哦。I hide my true feelings for you. 我隐藏了我对你真实的感觉。Falling into anxiety once I start to focus on our problems, afraid of getting worse. 一旦我想到我们之间的问题，我就会陷入焦虑，我害怕事情变得更糟，或关系变得更糟。I feel empty without you. 没有你我觉得很空虚寂寞，少了很多东西，少了点什么。I'm moving on with my life. 我正在努力的提升我的生活，或者改善我自己，或者就是尝试放开一切，放下一切往前走。You trigger wounds from my past. 你碰触到了我曾经的伤痛、创伤 that I haven't let go of yet. 我还没有放下、释怀、原谅过往。Missing you. 我很想念你。Trying to figure out my feelings for you. 我正在厘清我对你的感觉到底是什么。No one makes me feel the way you do. 我从来没有人让我有这样子的感觉过，心动或者快乐。You're the best I ever had. 你是我遇过最好的人，对象。I'm secretly obsessed with you. 我其实偷偷的在暗恋你，或者说很迷恋你。Please don't hate me for ghosting you. 请不要怨恨我搞消失哦。You didn't deserve it. 我知道你不应该被这样对待。Unconditional love. 其实我对你是无条件的爱哦。某种程度上来说 ，I want you to be happy. 不论如何，我都希望你快乐。Please give me a second chance. 其实我希望有第二次机会。I'm not ready for a relationship. I got used to my routine. 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好要进入一段关系哦。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的生活，或者我一直以来的生活模式、生活方式。
I never expected to fall in love. 我从来没有期待爱上某个人哦。好，这是对方对你的说不出口的真心话。那我们来看后面的讯息，还有什么其他的讯息要给选到第一组大家呢？关于这段关系，看起来哦，其实两个人或者第一组大家特别责怪对方，或者会希望对方来改善这个关系，然后其实对方也是这样想的。与其这样，不如自己先做点什么，或者第一组大家先给自己一点时间。可能你也觉得这个对象并不是那么适合你，或也许他不是对的人，感觉上有点过客特质哦。那就给自己一些时间，慢慢的放开吧。好消息是说，第一组大家，你们正在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哦。一个阶段的结束，这个对象的结束，或者说这段关系的结束，对你来讲就是一个新的人生的开始。你已经获得了成长、疗愈以及进化，所以恭喜选到地主的大家。可能你也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恐惧吧，就是害怕被遗弃，或者害怕自己被丢下的一种感觉，或者害怕或特别讨厌别人搞消失。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遇到这个人可能是给你机会去疗愈自己这一块，就你会看到自己会变得很焦虑、很生气、愤怒或者情绪化。的确，这就是一个反观自己的好机会。你看到自己在什么样子的状况会情绪化，那自己应该有一些伤痛还没有痊愈，也许也不是一个进入一段关系好的时机对你来讲。再多给自己一些时间，你可以写写日记，疗愈自己，创作，或者去想通一些事情。好，然后关于这个人，可能他不是你所想的那样。譬如说，你觉得他有很多优点，但真的跟他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他的缺点比优点多很多。譬如说是这样，或者他有一些你没有办法去接受的一面。然后每一个人都有很多面貌，可能你没有看到他让你很反感的一面，就尚未发觉，所以感觉上其实也没有什么损失哦。还是那句话，也没有什么损失，我没有跟他在一起。那另外一个解释是说，也许他没有像你所想那么可恶，然后他有一点在隐藏自己的真实的一面，包括可能有其他暧昧对象，或者他在关系中在扮演一种角色，跟你之间的关系在扮演一种角色，是因为他想要逃避现实。如果说你们真的在一起的话，他知道他势必要当真实的他，那这是他不愿意去面对的事情，所以可能你感觉上是被他放弃还是怎么样，但其实并不是这样一件事哦，其实只是他想要逃离他自己，大概是这样。所以看起来，如果说你曾经有被放弃、遗弃或者丢下的感觉，让你没有办法释怀的话，其实你可以换一个角度，你选择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别人只是在逃避他自己而已，并没有在遗弃你或者不够喜欢你，并不是这样一件事，而是他不够喜欢他自己。有时候是这样一件事，所以看你怎么去看待你遇到这些事情。好，后面的牌。
Remember that you can't change anyone but yourself. 我要记得哦，共勉之。每一个人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哦，改变自己看待事情的方式，看待事情的角度，没有办法去改善或改变他人哦。Give your inner critic a vacation day. 让你自己内心的那个毒舌的那一面呢，放一天假，不要一直在自我批判、自我批评。Be kind to yourself. 不要总是对自己那么苛刻，对自己好一点，照顾自己。想一想做点什么可以心情变得更好、更开心、更快乐、更漂亮、更帅气。Trust yourself always. 永远信任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直觉，相信自己哦。Trust others once they've earned it. 你可以信任他人，但是要他们赢得了你的信任哦，就他们要努力的来让你信任他们，而不是轻易的信任他人。爱自己有很多方法，创作、学习和自我对话，烹饪、点心、编织、作诗、阅读、运动、帮助别人或者画画、做雕塑等等，都可以哦。这些事情会让你很快乐，也非常感动，看到你自己的价值哦。就自我价值，不要跟别人怎么对你或者你的感情好不好、工作好不好而让你对你自己的价值有任何怀疑，把价值建立在你可以帮助他人，你越来越健康，然后你看到你自己的能力，看到你自己能做些什么的这些事情上面，兴趣爱好啊等等，帮助他人等等。为何一定要把过客留在你生命中？想一想，共勉之。给部分大家可以想想，为什么要把过客留在生命中。好，那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大家你这一部分的解牌。如果说你要看天使讯息以及未来两个礼拜的好消息，你可以看后面的解牌。如果你只看到这边的话，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如果可以的话，请帮我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并且打开小铃铛。选到第一组的大家，如果说你有任何愿望，想要尝试看看念经许愿的方式的话哦，我们抽到的金签是地藏经，你可以每天念一部分，念上卷或者说念一部分，自己设定目标，接连念几天等等，或一天念一遍，在念完之后进行大的回向，回向法界、地狱、你的历代祖先、冤亲债主、现世父母以及七世父母，还有你的如果说有无缘的子兄弟姐妹、无缘子女都可以一起回向。经过这样子大的回向，你许愿的力量很大，你可以许愿祈求家人身体健康，你也可以为家人回向功德给法界、地狱，你也可以祈求工作、学业、爱情什么样子的目标、梦想、创业等等可以顺利达成，在多久之内达成，你可以每天念经、每天回向、每天许愿，直到你的梦想实现、愿望实现了。那就祝福选到第一组的大家，如果说你也没有特别的愿望，你只希望最近可以好运一点，你也可以念地藏经，地藏菩萨非常灵验。那就祝福选到地主大家，希望你们一切顺心、健康、平安，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选到第二组大家，首先来对应一下你跟你心里所想的这个对象目前的关系现状为何，你可以对应看看有没有符合，如果说听起来完全没有符合，请参考第三组或第一组的解牌，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好，以下的牌卡都有在我们的官网贩售，所以欢迎购买审判逆位，现在的状况，钱币十逆位，钱币七逆位。好，有两种解释哦。第一种解释是说，这段关系让人很难有一种
未来的憧憬，譬如你觉得对方不是一个适合结婚的对象，或者渐渐你觉得两个人非常不适合，他不是一个能够去依靠的对象，或者能够两个人一起努力互相扶持的对象，他好像总是在一种困惑之中，或者他总是找不到方向，他在一个犹犹豫豫的状态中，对于关系也犹豫，对于沟通也犹豫，对于工作他好像也不是很确定自己想干嘛等等，总之他就在一个云雾之中，模糊的人。好，就可能这是一个阶段啊，比如说人就是这样，永远就是这样。钱币七逆位，所以看起来其中一方选择放弃了，可能是指第二组大家，可能是指对方哦。看起来比较偏向是第二组大家认为对方就是默认结束，所以有可能是你选择结束，因为你觉得他的表现就是放弃的状态，对于这个关系就是放弃的状态，可能你的解读是这样。好，我们看这是一种解释，就可能他的工作状况，他的人生状态有一点混乱，让人觉得他真的不适合谈恋爱现阶段。那第二个解释是说，你们因为彼此的家庭合不来，所以想想也应该就不会走到最后，好像很困难，沟通上困难，或者他的家人不是很喜欢你，你的家人不喜欢他等等。好，也有可能是其中一方很不想结婚。好，我们看后面的牌。那对第二组大家来说，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你可以再对应看看哦。钱币国王逆位，圣杯国王逆位。好，你觉得他是一个有才华或者很细腻的人，但是要靠他的才华赚钱目前是有一点困难，或者说他有一些梦想，但是现在在一个困难的阶段。第一个解释哦，第二个解释是说，因为他的工作不顺利，或他不喜欢他的工作，而非常的焦虑烦恼。所以看起来，在你眼里，他因为工作非常不快乐，可能他经济状况其实还好。钱币九，但是他现在在一个很难相处的阶段。好，然后遇到不快乐的事情或者不顺利的事情，他就会想逃避，想飞走，离开地球表面。好，总之他就是一个在想法上面有一点天马行空的人，然后很难去接受别人不接受自己的想法这件事，所以可能你们在沟通上面也有一些问题，或者对方是因为工作而跟你结束，或者两个人是因为对方的工作或其中一方的工作而没办法，比较偏向是工作。好，我们来看后面的牌哦，对方对于这段关系的想法打算是什么。首先他本身就是一个会想要逃避爱情的人哦，逃跑，一遇到困难就会想要逃跑，一遇到挫折感他就会想要逃跑，或者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就是想要在自己被分手、被遗弃、被抛弃之前先放弃关系，避免受伤哦。所以这是他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他很害怕恋爱，或者很害怕被爱，很害怕被伤害，很害怕习惯你的付出，习惯你对他好，哪一天你就不要他了。所以他会随时准备逃跑，随时准备好接受现实，就是这样子一种心情。所以他可能有受过伤，
其次哦，他很害怕关系变成要面对现实，譬如说要面对组建家庭这件事，要面对他要有房子有车子，或者他有多少存款，什么时候才可以退休，就是要面临很多准备或者规划未来，这些都会让他压力爆棚。其次哦，他本身也比较爱自己，就是他觉得一个人比较轻松比较舒服，内心比较没有压力，所以会逃避，所以会想要躲进自己的世界里。但好消息是说，他其实觉得两个人的确是互相在意彼此，相当程度的互相在意，互相欣赏喜欢，或者他觉得两个人很适合很配，在情感上面是很靠近的，可以说出真心话，分享他真实想要分享的东西，就他可能面对你的时候其实是诚实的，只是他想要逃避现实，或者说现实中的阻碍。我们来看后面的牌。那对于这段关系，他的想法打算，宝剑六逆位，圣杯侍者逆位。好，其实他之前真的有受过伤，可能是在跟你的关系之中，譬如说你们是彼此的前任，之前有分手过，或之前有谈到某些事情有让他受伤，或者说有让他感觉到自己曾经过往被拒绝被伤害的感觉又回来了，这样子旧伤复发的感觉。这第一个解释这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说你让他受伤，第二个解释是他曾经的过往恋情有让他受伤，他觉得好像又回到那种感觉之中了，所以他会觉得说最重要的事情，眼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他自己感觉开心舒服，或者说自己喜欢自己比较重要，或者就是在一个有成就感的状态，社会地位，或者说追求成就感、成功、名利，这些对他来说是现在比较重要的事情，或者比较能够燃起他的热情，所以他现在的状态是对事业的野心很大，但是对恋爱他有一点不想要面对，也不想要沟通，因为有一种压抑的创伤，或者害怕受伤，害怕去面对，所以就摆在那边放着不管。我是不想总是用摆烂这两个字，就有一点这样子的倾向，摆着摆着就烂掉了很多东西。你可以观察一下他是不是有个习惯，比如说他不想面对的事情就摆在那边，一直摆一直摆一直摆，直到坏掉烂掉为止。如果是这样，他对待感情、处理感情或处理其他方面也是有一点这样的倾向，就是不想要面对，就是有种潜意识中的恐惧。好，后面的牌，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很好的经济条件，钱币五、钱币三逆位，或者目前的工作他觉得回报不多，让他有点失望，没有让他对自己满意，或者真心的认可自己，所以对很多事情他只会想不会去做。宝剑侍者逆位，这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是他不想让你知道他面对到工作上面的这些事情他有多不高兴，或者说多不快乐多痛苦，他觉得想要先征服世界之后再去想感情的事情哦。然后到目前为止他觉得他的自尊心没有得到满足，在事业方面或者各方面，
所以他接下来对于这段关系会怎么做呢？感觉上就是他也不会有什么打算，因为他觉得没有办法，实在是没有时间或者没有钱去谈一个好的恋爱。所以他的想法是，只要他事业不成功，他其他方面也不会很顺利，那就什么都是空谈，不如什么都不要做，有点这样子消极的心态哦。所以看起来就是在这样的阶段啊，也许未来会不错。我们看后面的牌哦。这段关系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就长远的未来来看哦，两个人有没有机会就再续前缘，还是说第二组大家会有更好的对象呢？看起来两者都有可能哦。如果说第二组大家是女生的话，看起来其实你对于这个人已经受伤很久了，或者就是这段关系停滞太久太久了，让你觉得你不知道是靠什么样子的信仰、信念、faith 才能坚持到今天呢、哦？所以看起来，我觉得对你来讲，其实你对于这个人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好，第一个解释啊，他是创业的人，或者他的工作，把他变成一个比较自私自利的人。我可能是指工作啦，可能就是他现在的一个阶段，就是只能顾好自己，其他事情他也就自顾不暇这样的状态，所以让人不安，没有任何的希望。所以看起来女生其实已经心态上已经彻底的放弃这个人了。那未来有机会有一个新的开始，然后是一个非常令人开心的开始哦。就这段关系有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对方的困境或者说令他很焦虑的状态很快就会结束。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是说，因为他觉得这种断联停滞感结束的感觉他很受不了，让他很焦虑，所以接下来可能会提出承诺，或者提出要和好或复合在一起。对，看起来是这样，因为他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分手，因为这个结束，或者因为现在这种断联还是怎么样，让他意识到说其实他内心深处是想要在一起的。好，虽然前面有看到女生的牌哦，但大家对应看看自己是哪一方哦，不一定。总之这段关系有机会和好复合在一起。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对象出现，然后让你对于这个对象的种种不快乐都会结束，你会觉得说哦，原来这才是正缘。这是第二个解释，因为这是个大众占卜，所以不能很确切的说到底是哪一种解释哦。总之看起来不论是哪一种都是令人开心的哦。Subconscious mind， 好，第二组大家，你们潜意识对于关系，或者说对于你的人生，对于恋爱有没有信心很重要，或者你潜意识对于恋爱的想法、恐惧、认知，或者曾经有过的一些伤痛还是什么，其实这些都会让你也有一点不敢爱。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你对于恋爱是有点悲观的哦，但好消息是说你们还是有机会复合、和好或回到彼此的世界里哦，就还是会在一起或再在一起，只是你要有更多的信心，或者对恋爱有更多的好的感觉。我看起来你没有什么信心，或者感觉不太好哦。对于恋爱，你觉得
感觉好差，或者就是你会觉得说自己的恋爱为什么总是有一个循环，或者你遇到的对象都差不多，但看起来并不是这样哦，而是可能你对恋爱的一些恐惧会让你不自觉的去，譬如说是这样，不自觉的去发现对方的缺点或优点，可能指的是你会美化对方，可能指的是你会丑化对方，或很快发现他的优点然后忽视他的缺点，或很快发现他的缺点忽视他的优点等等。可以想想自己是不是会预设，然后预设之后就会像自己所猜想的那样或者预设的那样发生一些事情，然后你会觉得说对方可能在关系之中就是一个很糟的人，看起来你会倾向于指责对方，但其实可能对方有的缺点你也有，或者每个人会吸引在一起哦，就是吸引彼此到自己的生命中，可能他受过的伤你也受过，他害怕的事你也害怕，或他怎么想其实你也是这样想的，就是他也觉得关系的好坏你有很大一部分责任，对方也是这样想的，然后对方也很害怕受伤，你也很害怕受伤，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可能就会吸引令人受伤的事件发生，或者因为你看到都是伤害或者说危险，所以关系就会朝一个你所担心害怕的方向发展，大致这样。所以给你的讯息就是不论发生什么你都不要害怕，然后相信自己是可以把事情变得更好，或者你是可以去解决问题的，然后发生什么问题两个人就商量出一个大家都满意的解决方式就好了。然后原谅过往，为了自己原谅过往，不要总是在一种防备状态。所以这是一个观察自己的方式哦，然后观察自己是怎么看待恋爱的，对恋爱的想法是什么，那这些想法跟认知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哪一次的经验开始，潜意识会这样子去认为？然后这些想法让恋爱变得更好，还是让你自己觉得很挫折？算是一个观察自己的好机会。后面的牌。同时哦，第二组大家也可以去认识一下别人，可能也会有其他更好的对象，或者可以认识一些新朋友，跟你有同样的兴趣爱好，或者你喜欢做什么事情，你就到那个地方去认识他人。比如说你喜欢喝咖啡，你喜欢在咖啡馆看书画画，那你就在那边认识他人，或者说你喜欢在公园遛狗，那你就在有狗的地方认识同样喜欢狗狗的人等等，狗狗或猫咪，这些事情会让你觉得还蛮愉快的，心情会有点愉快，转换心情啊，交换资讯也不错。 Deal breakers， 我想一想，我是不是有哪些就是你的底线，或者你觉得一段关系怎么样就是 off，怎么样就是不行，就没办法接受，你可以列出来哦，就对方的一些行为，或者说不要说这个人好了，就你觉得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不回讯息就算了，譬如说是这样，然后你可以写下来把它交给宇宙，就这些就排除不回，排除已读不回讯息的人，或者怎样，你未来要遇到对象是怎样的，然后要去除哪些你的底线跟地雷，你可以设定好，或者说你可以想一想，然后有哪些特质，譬如说前任的哪些特质
以后这些也就排除了，就是发现跟你前任很相像的类型，就不要再去尝试了，可以想一想。或者发现跟自己没有任何共同点的人，感觉上不太适合你，或者心智上面比较幼稚，还说太过老成，都不适合你，或者说有点固执的人，你可以想一想，什么样子的人事物是不适合你，或什么样子的工作是不适合你的，你可以想一想，列一列，慢慢你会发现说你自己要的是什么，就排除掉你不要的嘛。Do your thoughts need a reboot? 你是不是应该要重新启动你的想法呢？重新开机哦。Focus on the good in your life. 请专注在生活中好的一面哦，总是有好的一面，要去发现好的一面。Speak up and speak out. Let your voice heard loud and clear. 如果你想说什么，就说出来哦。然后让你自己也听到。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困在这种想法之中，你也可以讲出来。你想要做什么，你就念给自己听哦。然后再讲着讲着，你会得到答案哦。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方式。When you find something that excites you, 当你找到某些事情让你觉得很兴奋或者很感兴趣哦。Go all in and enjoy the ride. 就全心投入吧，然后享受这个过程。请寻找一种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奋斗方式。第二组，大家，你们的奋斗方式会伤害别人吗？你们是相扑选手吗？好，还是打拳击的？如果恋爱关系令人失望，那是因为人们进入关系的理由是错误的。关系不会真的令人失望，除非在你的意识中没有制造出你想要的结果，所以失望。不要忽略很小的事情，细节会揭示真相。不要怀疑，切莫姑息。可以想想是不是 有一些事情让你其实很不爽。如果真的踩到你的底线的话，你就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做一些取舍哦。这可能指的是工作，也可能指的是爱情。 Clear your mental and physical clutter， 整理一下你的精神以及身体方面的各种杂乱的状态哦，可能是指居家环境，可能是指你吃的东西，你要对你的身体好一点哦，是不是吃了一些很多重口味的东西，还是会让你心情不太好，湿气重的食物，上火的食物，然后也整理一下精神方面的杂乱哦，可能需要完全的静下来，完全的让自己的思绪万元放下。像我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就会全心全意把所有的担心的事情全部放下，全部不要管，然后去念经，再书念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因为我觉得头脑清楚了再说。或者你也可以嚼一嚼 airwaves， 还有业配哦，欢迎业配，好，欢迎 airwaves 业配。You'll feel so much better. 对这之后你会感觉非常好。要整理自己精神以及身体中的杂乱、负能量或者垃圾，清理一下。Your life is so special. Treat it with loving care. 你的人生其实很特别，请你好好的对待它哦，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照顾自己，照顾自己的感受，照顾自己的身体、身心灵。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对方有什么对你说不出口的真心话。我们家的乌龟好像走丢了，我去看一下。
找了一个小时，终于找到乌龟了。它在房间角落，它的房间的角落。好，我们来看对方有什么对第二个那家说不出口的真心话。I remember how we used to laugh and talk for hours about everything. Miss you. 我很怀念，或者说想念我们之前一起笑，然后聊天，聊各种各样的事情，无话不谈。非常想念你。I don't want to let you go. I miss being with you. 其实我不希望你离开哦，我很想念跟你在一起的日子。Karmic connection, moving from the pattern. 我们之间好像是一种业力关系，或者我曾经有经历过类似的关系，所以我会想要远离，想要逃离类似的恋爱剧情。All I'm thinking about right now is how attracted to you I am. 我现在很想知道，对你来说我到底哪里好，或者说哪里吸引你哦。Since I can't control you, I prefer to daydream of perfect interactions between us. 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的想法或举止行为，所以我就比较喜欢做白日梦，梦想幻想跟你之间美好的互动。That you always agree with me.在我的幻想之中，你永远都会认同我、认可我，我不论做什么，你都支持我。I follow tradition, even if it's outdated. 我喜欢遵循传统，即便很过时。I'm too old to change. 我已经不适合再改变了，年纪已经很大了，或者只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去接受新的事物，或者说我喜欢用我自己的方式。No one makes me feel the way you do. 没有人让我有过你带给我的这种感觉过。You're the best I ever had. 你是我遇过最好的、最美好的人，或者说最美好的对象、最好的女生、男生。No matter what happens.不论发生什么 ，My heart will always belong to you. 我的心永远是属于你的。我心里永远有你。I hope to have a future with you one day. 我希望未来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或一起规划未来，一起有一个未来。I need more time to figure things out.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把事情厘清或者处理好，或者想清楚，想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好，那这就是给选到第二组大家这一部分的解牌。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如果可以的话，请帮我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并且打开小铃铛。如果说你要看后面主题的占卜哦，关于未来两个礼拜的好消息，以及有什么宇宙的讯息跟提点，你可以再看后面的影片。那如果说你只看到这边，我们来为第二组大家抽一支金签哦。如果说你有任何愿望，想要尝试看看念经许愿的方式的话，我们抽到的金签是大悲咒，你可以每天念大悲咒，自己设定目标念15分钟、30分钟或者108遍，在念完之后进行大的回向，回向法界、地狱、你的历代祖先、冤亲债主，或者有的人有无缘子女、无缘兄弟姐妹，也可以回向，然后回向你的现世父母、家人、七世父母等等。经过这样子大的回向，你许愿的力量很大，你可以许愿祈求家人身体健康，为他回向法界、回向地狱哦。或者你也可以许愿祈求自己的某个目标、梦想、创业达成、事业成功，还是工作、爱情、学业，有什么样子的
愿望，希望可以达成等等，那就祝福你喽，希望你一切顺心，健康平安，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然后第三组的大家，首先我们来对应一下你跟你心里所想的对象目前的关系现状为何，你可以对应看看有没有符合，如果说听起来完全没有符合，请参考第二组或第一组的解牌。好，看起来这段关系现在的一个状况是，感觉好像是一个临时的关系哦，权杖四逆位，或者这关系目前没有进展，关系中有一个比较幼稚的人，可以说是幼稚，可以说光说不做，光说不练，喜欢开空头支票或者想很多做很少的人，我有这样一个人。好，然后让这个关系陷入了一个让人心情很不好的状态，圣杯一逆位，好像不愿意付出爱，或者让关系中另外一半已经有一点心灰意冷了，比较偏向是第三组的大家。好，对于这段关系目前的状况有点担心或者感到不快乐。好，那第三组的大家，你们的心情可以对应看看哦。圣杯侍者，跟杯子一样，权杖国王。好，你其实很希望对方或者希望自己可以做出一个选择或者承担责任，希望对方承担责任，或者希望自己可以做出一个有利的选择。第一个解释啊，希望有利的选择，譬如说断舍离，要么就真的确定稳定交往或结婚，就是给出一个方向哦，不要就在这边卡住。好，那你的想法是你还是希望可以和好，但是对于和好这件事情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会觉得以长远来看，感到悲观。虽然对方可能有和好的迹象，跟你也有爱的互动，但是你觉得他好像给不出太多的承诺、诚意。好，我们看后面的牌哦。如果说你们是彼此的前任的话，指的是你很希望可以和好，但感觉上感觉得到两个人都想和好，但可能其中一方有别的对象，或者有别的暧昧对象正在考虑，或者譬如说你们是前任，然后已经分手了，但对方最近有认识别人，然后两个人又旧情复燃，所以就变成 ABC 的恋情，譬如说是这样，或者原本就是三角关系。好，所以看起来现在的一个状况是，感觉上两个人要的东西不太一样，就可能其中一方想要稳定的交往，另外一方觉得现在没有办法稳定交往。房间三逆位，所以就是有一种很闷的感觉哦，好像连不高兴都不能大声说出来，所以感觉上是有别人。宝剑七，可能是指你，可能是指对方有其他的暧昧对象，或者没有彻底结束的恋情。好，如果选到第三组大家是女生的话，你们会顶多啦，看起来就这个九十月可能你就会做出选择了，就你的宽容忍耐限度直到十月，国庆假一放完就再见，或者见分晓，就大概是这样，没有啊，开玩笑。好，第三组大家看起来你们非常有爱心哦，我觉得再有爱心可能也就只能到一定程度的爱心，接下来你可能会采取行动做点什么，就你会鼓起勇气Say no， 当然是这样，当然是大众占卜。那对应看自己的状况有没有符合，如果说
越听越夸张，请参考第一组或第二组的解牌。好，对方对于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嗯，他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真的非常开心哦，圣杯三，好有朋友的感觉，也有暧昧，然后喜欢跟你相聚的感觉，就两个人的互动可能像朋友也像家人。女祭司逆位，可是他没有办法做出清晰的思考跟判断，或者他在一个不是很想要去面对真实感觉的阶段，就可能他真的有喜欢你，也想要在一起，然后也对于不能在一起很难过，或者对于两个人的关系现状他也很难过，可是呢他就不是很想要付出努力的状态哦。钱币八逆位，他想要继续模模糊糊下去，月亮牌，那不想要努力指的是第一个解释，他觉得这段关系可能没有什么回报，没有什么好处哦。讲现实一点，就是没有什么好处。那讲好听一点，就他觉得现在很累，可能工作也有关系，这是另外一个解释。他反正就是对于未知数感到害怕，不想要去面对，有点懒，懒懒散散，或者他觉得他自己已经够累了，或他觉得他已经有努力过了，努力过了之后觉得没差，譬如说是这样，就是他觉得他遇到了没办法解决问题之类的。圣杯五逆位，还有圣杯二，好，他对于两个人的关系感到非常抱歉。圣杯二，有喜欢，有相当程度的喜欢，跟你一样在意，可是圣杯五逆位，对方在一个情感上比较矛盾复杂的阶段，就他觉得不是只有爱就可以解决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他觉得非常复杂，然后各方面的要求，就可能是这段关系带给他的要求，也有可能是指他曾经过往的恋爱，让他觉得恋爱中就是他要不断的妥协，不断的去配合，对于妥协配合以及确认关系这件事情，他都觉得是很大的责任，然后被赋予了很多的别人对他期待，或另外一半对他期待，他会觉得压力很大。好，所以看起来简单讲就是他不想要你难过，可是他觉得他自己也不是很快乐现阶段，然后要他处理这些事情，他觉得不想处理，不想面对，然后他尽量的会安抚你的情绪，可是要他赶快做出选择或者怎么样，他感到很焦虑，压力很大。好，所以他在意你的感受，可是他就是不想处理你们之间的问题，或者面对问题，关系中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好，我们看后面的牌，那这段关系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好，有一个背景哦，先交代一下，关系中的其中一方可能在之前或最近刚刚有提出说想放弃这段关系了，可能是第三组大家你们，有可能是对方哦。圣杯侍者，好多圣杯侍者哦。第三组大家是水象星座吗？好，我看一下哦，权杖三，宝剑十。为什么会说提出来要分开一阵子，或者冷静一阵子呢？不要联络一阵子，看起来是因为继续联络压力爆棚哦。好，可能是你，可能是对方。
然后对于这种期待过高的状态，或者心情非常不好的状态，真的很想要解脱算了。所以看起来你们已经分开了吗？然后最近可能还蛮有机会，大家先各自冷静一阵子，这样还不错。好，后面的牌，经由这个冷静一阵子，关系会有什么变化呢？好，是说比较，如果说有三角关系的话，或者是一个暧昧模糊的状态，看起来大家都很不舍。圣杯六逆位，宝剑骑士逆位，好，都不舍，然后也会去思考说，到底该怎么处理这个关系，是不是要做出取舍，或者是不是要确定自己要什么等等。好，所以这个结束或者暂时冷静一阵子是好的，就大家可以去重视这个问题，重视内心真正的声音等等。好，那关系中如果有男生的话，男生会让人觉得就是一个说谎的人或骗子，但是看起来他第一个解释就他会疯狂工作，因为心情不好而疯狂工作，你可能会误解他，觉得他就是骗子哦，他也没有来处理这个关系，所以之前他说的甜言蜜语都是假的。第一个解释，你会觉得说他都是空头支票，但其实他在疯狂工作，这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是说，你们会有一阵子没有联络，然后没有互动，虽然好像他过得很好，但其实内心很焦虑哦。然后突然有一天，对方会来找你，又变成和好、复合，或者又再度恢复联络。所以看起来暂时冷静或分手都是暂时的，所以这算是好消息或坏消息。好，接下来发展是这样，比较近期的未来，那比较久以后的未来呢？我们来看看哦。天哪，看起来最近关系还是会有好的转变跟突破，可是呢，总是让人很焦虑哦。就暂时的分手，但是对方又自己黏上来了，或者又很献殷勤，对第三组的大家来说，其实心情还是蛮高兴的，或者你在工作上也有一些好的突破跟转变，让你觉得很开心，但是一想到这个人，你就觉得很焦虑。这是最近，那在未来两三个礼拜到两三个月呢？感觉上会分分合合，或者一下觉得很不快乐，一下关系又有好的发展哦。所以，如果说哪一天你真的抓狂了，最好就是不要跟对方联络一阵子，或最近也减少联络，看起来独处是好的，分开是好的，分开一阵子或考虑分开是好的。那如果说选择分开一阵子或各自冷静一阵子，未来有转变的机会，这个关系会有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机会。所谓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这个过程总算要结束了，漫长过程，大概在两三个月，两三个礼拜到两三个月，我们保守估计，可能会是一个讨论到底要怎么办的时机。两个人会有沟通，会选择自己真正想要的，就对方，如果说他在做选择的话，感觉上是他哦，因为逃避的人是他嘛。看到他的牌里面有，我两个人可能会很正式的交往，或者订婚，或者就是确认关系。
直接大欢喜 ，Happy Ending！ 恭喜选到第三组的大家，耶、yeah ！我看后面的牌，那这段关系，有什么其他讯息要给选到第三组的大家呢？是说，其实你需要花一点时间疗愈自己哦，或者这个对象跟你是可以互相聊聊真心话的，所以用爱去沟通吧。对方也很期待跟你互相讲一讲内心话、心里话。然后如果你们有分开一阵子的话，其实可以好好的先疗愈自己，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整理内心，写写日记，想一想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把它放开。然后其实对方有看到你真正的光芒，也觉得你们两个很适合哦。的确两个人很适合，然后他也会说到做到，只是时机未到。然后宇宙知道你值得最好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关系进展的不好是不是你就是遇不到好的人，千万不要这样想，就其实你值得最好的，只是一切都会有好的安排，可能不是在此时此刻，但是就多一点的信心，对自己多一点的信心哦，做一些可以看到自己自我价值的事情。关系不好很正常，就像工作有时候也不很顺利，天气有时候会不好，正常。然后对于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能三思而后行。所以看起来要在对的时机或者你觉得平等的一个状态之下再去做这件事情，或者说有一个好的 reason 去做这件事情。好，这是只是一个提醒。如果说你不拒绝的话，然后你又要怪对方的话，就没有立场，或者该怎么讲，简单来说就是尽量不要做让自己觉得自己会后悔的事情，每件事都谨慎啊，不管是亲密关系还是任何事情。那在你跟对方有什么进展之前，你也可以认识一些新朋友，跟周围的朋友聊一聊，社交，交交朋友，或者认识一些跟你有共同兴趣的人，这些事情会让你非常开心，你也还蛮喜欢跟人互动的，看起来。或者有点内向，但如果有共同兴趣的话，其实找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也不错，或者对象也不错。如果有更好的对象，就也考虑看看吧。好，然后接下来可能你会有机会跟完全不是你的菜的人认识或者约会哦，你可以给对方一次机会，花时间认识他人也不错，看你要不要尝试看看。如果说你认识的都是一直以来认识不同男朋友都差不多的类型，考虑一下跟你前任完全不同类型，也许还不错，也许还蛮适合你的。好，那你跟这个对象接下来还是有约会见面的机会哦，享受彼此的陪伴。请守好自己的界限或者你的原则。如果说你觉得对方有其他对象的状况，你们不能在一起，或者说你会觉得很委屈，尽量不要做让自己没办法接受的事情，列出那些你绝对没办法接受的条款跟你的 rules， 你的原则底线在哪里，这样就不会让自己不高兴。你不高兴的点在哪里，把它写出来，然后避开就 OK 了，不要默默忍受。好，后面的牌接下来很有机会进展到下一个阶段哦，可能是跟前任，也有可能是有新的对象，也不一定，看你自己选择。
总之，你接下来会谈一个一对一的恋爱。恭喜选到第三组的大家，可能是稳定交往，也有可能指的是人生伴侣，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或者是跟你的前任复合。所以选到第三组的大家，其实看起来一切都会很不错，可能会苦尽甘来。就祝福选到第三组的大家。我们看后面的牌，其他的讯息。Check in with your body， 哦，检查一下你的身体哦。And release any tension you're carrying， 是不是肩紧，很紧绷？请你好好的放松哦。想一想，是不是身体的各部位有点酸痛，还是怎么样？可能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释放掉这些压力哦，做一些小运动，瑜伽还是冥想练习，放慢呼吸 ，Stay present， 尽量专注在当下现在哦。That's where life happens， 人生就从现在开始哦。专注在此时此刻你的呼吸，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上面，不要分心到任何事情上。你有没有想过和自己复合，恢复成原来的自己，完整的自己？去做吧，不要等待，跟自己复合，变回原来的自己哦。Stop giving away your power， 哦，不要总是把你的对自己的掌控权，或者说主导自己人生的力量交给别人啊，不要赋予别人权力伤害你，或者控制你，或者让你开心或不开心。现在不面对，迟早要爆发，晚一步不如早一步，请相信直觉。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在累积负能量或压力的话，还不如先退一步，先独处，相信你的直觉，不要疯狂忍耐某个状况。你期待自己处在什么状态，你就不在什么状态。这种期待行为本身会妨碍你成为什么，所以你期待什么就将什么推离你。接受你的当下，当下就能选择快乐。此时此刻你就选择快乐，享受呼吸，享受这一杯咖啡，享受此时此刻。好，我们来看其他的讯息，对方有什么对你说不出口的真心话呢？你想看看。Other people were interfering and trying to control me。我们之间的状况很复杂，有别人在控制我，有别人在干涉介入我们之间哦，可能是长辈，可能是周围的人，可能是有别人。I see now how my behavior has affected you。我现在才知道我的行为是如何在影响你。I will make things right。我现在会尽量把事情改善，做对的决定，做对的事哦。I'm afraid of hurting you， 我很害怕伤害你。You are so mysterious， turns on my passion， 你真的很神秘哦，神神秘秘的，鬼鬼祟祟的，然后有点燃我的热情。Cause I don't know what to expect， 因为我不知道我可以期待什么，从这段关系之中。不知道两个人的未来是在哪里。I hurt myself by letting you go， 让你离开，有伤到我自己。I can't take this anymore， 我其实没有办法再忍受我们之间的这种状态了。I know I hurt you， I don't want to hurt you again， 我知道我伤到你了，然后我也不想再伤害你。
You trigger wounds from my past that I haven't let go of yet. 其实你有提醒我，或者碰触到了我之前的伤痛，触发到了我之前的创伤，过往创伤，然后我还没有释怀、释放掉。No other compares to you. 但是没有人可以跟你比，没有人比得上你。I am so sorry for messing everything up. 我很抱歉搞砸了一切。You deserve so much more. 你值得更多、更好的一段感情，或者我应该对你更好。好，那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组的大家。你这一部分的解牌，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如果可以的话，请帮我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并且打开小铃铛。选到第三组的大家，如果说你有任何愿望，想要尝试看看念经许愿的方式的话，我们抽到的金签是佛说无常经、因果经，你可以每天念无常经或者是因果经，或者两个一起念，在念完之后进行大的回向，回向法界、地狱、你的历代祖先、冤亲债主，或者有的人有无缘子女、无缘兄弟姐妹，也可以一起回向，回向你的现世家人、七世父母、现世父母等等。然后你可以许愿祈求家人身体健康，你的工作顺利、爱情顺利、感情顺利，或者说遇到正缘或者学业顺利等等。你也可以回向给你不开心的情绪，如果说有的话。好，那就祝福你咯，希望你一切顺心、健康、平安，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